像直接直接拿去拿走。我最不喜欢的是民用的东西。然后这个颜色是什嘿、hey, 大家早上好，洛杉矶的sorry 嘿、hey,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李斐啊，自己都笑了。今天的 vlog 继续啊，又一天的生活。那昨天有未完的话题还没聊，今天我们看一下生活 vlog 继续的同时，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，关于互联网的算法和我们作为自媒体 up 主吧，我们想要打造的社群之间的冲突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蛮漂亮的，是很漂亮，我才买的。对，很漂亮啊。多少钱？一盒好像是。上午跟我的团队队员 Serena 开了个小会，现在结束工作，跟我老婆还有 Dylan， 我们准备去庆祝一下。我跟老婆是庆祝孩子回学校上学了，跟 Dylan 是庆祝一下他昨天那个 25 Hollyhock Close。我们去哪儿呢？去新港，大家去看一下新港的海景餐厅。我们现在走在 Jamboree 这条路上，我们的路左侧是尔湾，路右侧是新港。大家马上会看到一个蒙着白布的建筑物，就这栋，稍微镜头偏一点点。这栋建筑物是什么呢？这栋建筑物就是 UCI， 就是尔湾加州大学分校建的新的医院，会有4000个床位。这个是除了我们在视频中已经提到的在 Great Park 会建的癌症治疗研究中心之外，尔湾第二个比较大的医疗单元。所以做房地产又提到房地产了 sorry 啊，就跟大家更新一下尔湾的发展。尔湾的城市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，不像很多城市一样5年之前10年之前还是这个样子。尔湾的话每一年应该都会有新的项目，不同的地方起来，所以我们对尔湾的未来充满信心。然后现在我们去吃饭了，去新港。刚才被纠正了，说不是什么海景餐厅，是在 Fashion Island。 作为一个司机，我可能不应该随意的下定义海景餐厅。 Next time。 老婆，这网友回复了昨天的这个视频，说了我觉得在加州生活有条件的话，一辆敞篷车是必须的，这是一种 lifestyle。 这肯定又是你的小号是不是？没有，人家家里先生，人家是一个火车站的观众。买一台吧，买吧，我支持你。谢谢谢谢，帮我留言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老婆跟我戴的是一样的墨镜？对，因为我没有墨镜，就随手拿一副。对，不是，因为你有好多墨镜，我现在已经不想买墨镜了，反正每个车上都有，我就随手就戴一下。那你不觉得你需要女士的美观一点吗？对，我就一个呀，我就一个呀，结果你修车把那个眼睛在那个车里面。来家餐厅。我说我看了一下网上 Google 上面有一个 study 做好的，是有多动症的人的 IQ 都比较高，所以我其实是蛮聪明的。真的，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的 IQ 有问题，你只是运动 IQ 有问题是吗？运动细胞不发达。运动哪里有问题啊？你 you have to admit， OK？ 你好烦，你的运动我都比就是跟视频观众一样，觉得你老是说人家。是吗？我是在帮助Dylan认清自己。我再给开一些视频好吗？Congratulations！ Thank you！ 祝贺你 ！Thank
Thank you. 祝贺我们俩。我昨天晚上跟我老公说，我说我今天晚上洗澡洗的都特别的认真，洗的特别的干净。因为孩子要开学了，我激动。那么激动吗？我不知道这种感觉，我不知道。因为你又可以，就是他上学的时候，你又可以随便出来了呀。如果他没上学的话，你心里面总会在想，啊，他们在家里面，然后他们在干什么，就会担心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来我们家的时候特别很安静？我一坐在那边就觉得很安静啊。我在想，哎，怎么没有声音？怎么，哎，怎么没有人跑来找我或什么的？我说，哎，怪怪的。然后家里，哦，上课了。回家之前拐到奔驰，带领导先看看车，买不买先看看，先给他种上草。这点了。昨天我跟舒阳坐在这里陷入了沉思。这打不开吧？开不了，要进去找人才能给你开。但你看他在多少迈哦？多少迈？哦，他比我们的还要省油哎，我们是4.7升的，他是4.0升。这里面看起来跟车是一样的。啊，我觉得就是我的 style。这就是你的车，就是我的 style 了。对，怎么拍都是封面。不要讲了，这样我们努力，团队每个男生一辆大 G。不用了 ，David 不用努力了。啊 ，David 已经有了，齐天也已经有了。David 不用努力，舒阳很容易可以有。对，我来再多拿几个 listing 啊。对，我努力也可以有，就看你的了。就看我的吧。对，我们都等着你。等我吧，就这个颜色吧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颜色。这叫中国蓝。OK， Chinese Blue， 有可能你可以的时候，这个蓝已经没有了，都就会有新的蓝了，不一定哦。OK， 不一定。对了，你回去看我这期 Vlog， 你会发现你坐在这里好帅，好帅吗？对，这就是你的车。OK， 瘦子，瘦子，瘦子。15000，你喜欢这个？这是我原本要换的车，就是我现在的车原本要换这个车。So we can finish before three. Big no no. 怎么样，领导？怎么觉得可以抵好多税哦？我觉得就那样吧。没有很心动吗？哎，我不喜欢那种上来爬上来爬上去的那种车，真的好不方便。这是我们家太阳能安装的最后一个步骤，更换一个新的电箱。那刚才看过车之后，我有跟路上在跟老婆讨论这个车的事情。如果买大 G 呢，我们是可以抵税，可以抵很多税，因为大 G 超过6000磅，自重加拉力，这样的话你用公司持有可以抵很多税。哦，特斯拉也可以。我之前订 Tesla 的时候订了两辆，一辆是这个 Plaid， 还有一辆是 Long Range。我之前答应过 Jack， 我说另外一辆 Long Range 如果不要了就给他。那我太太现在开始纠结，说他其实还是挺喜欢 Tesla 的，然后一台 Tesla 感觉有点不太够，他会想要不要买另外一台 Tesla。 视频中一两个镜头，视频背后我已经度过了一下午，这一下午开了电话会议，处理两个交易的事情，打了几通电话，回了一些邮件，微信上沟通了一大通，时间就过去了。想跟大家坐在聊我的话题，但我现在要出去健身了，所以健身完回来放松的时候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，今天一定要讨论一下，也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，说我应该怎么样继续建立我这个自媒体频道。我很珍惜跟大家隔空建立的这些友谊和缘分，所以我不想被现在各个平台的这些算法打乱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嘿，大家，刚才我在健身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组，我扭了一下后背，啪了一声有点响，我立即躺下了，看了一下应该没有大的问题，我依然走回来开车回来了。但是我洗完澡发现背很紧，时不时的还有点酸痛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焦虑，我有点担心明天早上起来这个情况会很糟糕。那这个话题呢就脑子有点乱，有点组织不起来，我们今天先按住这个话题先不表，因为
这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，我还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有互动有讨论，帮我出谋划策的，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可能没办法很好的去阐述。那还是要讲些什么，讲些什么呢？讲些我刚才跟我太太在洗澡之前我跟她道歉，我说我跟你道歉一些事情，是因为过去我们俩有时候发生争吵的时候，她不经意讲了一些话让我认识到我之前忽略了她的感受，就是情商不到位啊，或者是就没有用心思在这方面吧，就忙着工作或怎么样。所以我分享给年轻的男性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太太在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因为孕期嘛，特别是如果像我太太已经蛮高龄了，产妇肿的厉害，就发肿发胖，其实她本身没那么胖，但是身体很肿胀。那我太太就说过，她说你知道那段时间我有多自卑吗？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样子，不是她不努力的管理身材，而是怀孕嘛，没办法，激素啊这种一定会的。那像我呢，我团队有很多美女啊，所以那 Mary 他们就也没有在怀孕的时候就是状态很好的这种。所以我太太说，她说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她很自卑，她就觉得挺难过的。所以她说我再也不要怀孕，不是因为我不爱你，不是因为你不爱我，也不是因为怀孕疼痛，生孩子疼痛，哺乳疼痛，而是因为我忍受不了我这么难看的样子。而你工作的环境里面这么多年轻貌美的小妹妹们，对，他说这句话没有吃醋啊，没有嫉妒，没有不相信我或怎样，只是单纯的自卑了。那我做的很不正确的一件事情是，我没有察觉到他这个自卑的心理，没有察觉到孕期的这种情绪的变化，而没有给出相应的安抚他、安慰他，让他知道无论他是什么样子我都爱他的这种动作。所以因为我没有做这种动作，就等于是忽视和冷落了他，导致在那段时间加上激素各种他的心情低落的时候其实是很无助的。所以他那天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很深刻的体会的，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受伤了或怎么样，我洗澡之前我就突然 get emotional， 就是情绪上可能就有变化嘛，就引发了我想到这件事情。我就站在那里，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说，我说对不起，我跟你道歉，我过去没有关注体贴到你，我做的不对。但我也半开玩笑的说，我说对吧，你看老三这么可爱，天使宝宝一个比一个可爱的孩子，对，还是可以再生了几个，大开玩笑。但可能我们就不会生孩子了，像他讲的一样，他不能够接受到自己这种年龄也大了嘛，就到时候又会可能，对， anyway， 就是这是我想分享的。如果你们在看我视频的观众朋友们老婆怀孕了，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，对吧，多多美颜，多多不是美颜相机的美颜啊，就是用赞美他的话去安抚他的心灵，去让他知道无论如何你都是爱他的，对吧，他是最漂亮的等等。这是作为一个男生，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爸爸或者是即将当爸爸的人应该做到的，我没有做到，我不是一个好的榜样。那对，太太回来了就不讲了啊，你们拜拜。 Thank you.